大家好，我是小英。今天我們又來到 Poppy 王去吃這個下午茶架，這個是新的春天的下午茶架。好，那我們首先來看我們的下午茶架啦。最高那層是甜品，中間那層就是司康蛋糕啦，而最尾那層就是會是鹹點的。很開心今天可以找到 KOFD 來陪我一起吃下午茶，他最肯陪我吃了。今事不宜遲，我們就立刻試吃。這個是叫什麼？春雨的迎賓茶，我剛才打碎了一杯，我現在對他很有恐懼，所以決定我先喝了它。它是茉莉花加蘋果，它有個很漂亮的漸變色的，我覺得它有少少偏苦。好了，我們開始吃正餐。木魚花什麼煎茶豆腐多士，豆腐味很重，我覺得它不夠鹹，因為我吃得太鹹，因為它有些木魚才有鹹，是嗎？吃一早就行。乜啫？你望望鏡頭，你睇下呢度。見唔見第二樣啲？呢個定呢個？呢個。呢個。係咩？豆啊！豆啊！豆乜都得。我哋開估啦，望。一定係呢個。輸咗佢要有啲咩？乜都得。好啊！佢第二個係百里香香甜青瓜塔塔杯。個。你等一下，大家看不到這個，你不要讓人看，很明顯就是我這個人吃的，怎樣是不是這樣？我不覺得太閃眼，今天什麼百里香甜蝦青瓜，你不吃的，你問一下，我就聞到我已經卻步了。你不吃的，因為一咬係佢有好大陣草青味，但係清新嘅我覺得可以嘅，但係你唔中意咁解。清新嘅都唔啱，我咧中意啲重口味。你依家話我好重口味，你咁樣嚟解到冇啲咁嘅。佢有你最憎嘅口味。我問下，所以但係佢蝦幾好食，因為我係一個。黑魚子明太子薯仔沙律，我哋要食啦！究竟佢有冇你最討厭嘅洋葱咧？我聞到就冇嘅。我先食，一啲洋葱嘅厭惡度令佢離開咗個鏡頭。得啦，就一塊刷牙朗口啦。用手水唔該。刷。佢有葱。係你唔中意食。梗係啊。因為有明太子，辣嘅。不是 OK 啊？唔係 OK 啊？唔係，可能我冇食到啲明太子，好香薯仔味。我咪講廢話，薯蓉冇薯仔味，點叫薯蓉？咁咧，可以食咗成台都係。縮開你隻手，我鏡頭幫我鋪。好啦，過咗呢一層之後嘅嘢，應該就係我食嘅嘢。上面全部都是甜的嘛，我好期待這個咯，其實。除了 scone 之外 ，scone 都好期待。scone 上次有吃過啊嘛。冇啦，你得一粒。輸我，好慘，得翻條菜先。好，跟住我哋下一個要吃的就是木，咦？唔係喎，咦？唔係咯，係薯仔沙律先㗎，佢由底開始睇起㗎。卡我粒工，嗱你行兩蚊過嚟，你問下第一樣食完之後，第二呢個係第二樣食。但係佢個次序係咁嘅喎，你唔好阻住人哋啦。好啊，唔好意思啊，我想問一下咧，佢食嗰個次序咧，第一個係嗰個木魚多士啦，跟住第二個係呢一個啊，定係呢一個？我覺得食卡卡先。佢佢呢度系咁样写，佢系咁样睇噶嘛。哇！咁人哋你去茶餐厅个 menu 咪好唔得闲？咁人哋唔系茶餐厅 menu 啊嘛，人哋个 menu 认真好多噶。我都想知道系咪跟呢个食嘢。我都唔知啊，我见佢 menu 系咁写。你搞到人，你搞到人哋好困惑，好难做。但小美食，净系食抹茶你。過分啦！明明原味嘅scone係最好食嘅。跟住我哋下一個係呢個。咩啊？
似食小朋友上線。哇！請你食多粒番茄。喂，我最憎食番茄，你俾番茄我點樣啊？番茄番茄仔我都不要啊，就要茄汁噶啦。青醬雞肉、車釐茄、千層酥皮，但係佢已經揭咗啲車釐茄，所以是青醬雞肉。嗱，裏邊係仲有千層酥皮。我好中意佢酥皮，炸到海都係。OK， 我酥皮係咩？佢酥皮係好㗎。係啊，我好中意。可能仲有少少咖喱味，唔知係咪青醬雞咧，通常都配咖喱。咪話似佢食印度薄餅嗰啲。啊！家風係賤咗，係賭輸咗嘅人，賭贏咗嘅人。好差啊！同你賭，有邊次我係輸俾你嘅？啊，其實佢覺得會輸，佢都唔肯同我賭㗎。咁你有冇覺得係？你明知道我覺得會輸，都唔同你賭，你都仲同我賭，你會唔會覺得有少少不智咧？好差咯，明知道一定係我輸嘅，跟住就同我賭。咁但係你要賭喎，啱玩啊嘛。好，跟住咧，我哋下一個咧就要食呢個司康蛋糕。佢有呢、這個今次有呢個抹茶味同原味啦。咁咧，由於我就輸咗啦，所以我就淨得抹茶味食噶啦，所以食飽佢啦。尷尬而不失禮貌微笑。是不是因為是豆，所以它下面的碟都我豆陣間我的碟都一樣不豆我怎麼知道是不是一樣是一樣我覺得是一樣試一下這個是什麼話都說的啦一樣的它就不跟我豆的啦這個叫做什麼什麼法老王那陣因為它是綠茶跟住然後芒果還有一樣不貴的一種喝完就知道是什麼喝不到不過分給我試一下我覺得不甜的茶很無奈是喝到芒果味很香喎跟住綠茶味好像是好像有雲尼蘭味但是不重的但是我記得剛才最後一樣東西但是它不甜我記得有另外一款茶有雲尼蘭我有想過要不要叫是我輸了這個贏回來的是這個是原味司康今次是配這個士多啤梨醬和 Cotter Cream 倒贏行了收聲啊嗯我看看我都觉得很奇怪嗯香菇今次有点不同香菇今次牛油味香一点香菇今次的 Cotter Cream 和之前的 Cotter Cream 不同它無論看落的形態不同還是食物都不同它這個是牛油味香一點不用搽很多但是我會比較喜歡之前那個因為我可以一堆這樣拍落口我覺得贏你半個好啦但它有給我隧道的應該是白露應該是我們芝麻魚我剛剛喝下去我覺得它很重雲尼亞味跟住有一種很香的土味但幸好我喝不到的紅花我都是喝不到的因為我覺得它很香有個很 creamy 的味道是你不喜歡的名字它最後有一即是它入口很好吃它味道很重它的是啊那個做什麼你後勁很靈敏說到好像飲酒一樣但它就是有一種我不喜歡的味道它第一口喝下去是很淡的然後後尾就是慢慢濃化了我都覺得它好像是 cream 的味道我喜歡這個多一點我覺得很特別喎，都不會有石蘭紅茶那種澀咯，但是反而有那種茶香因為我覺得石蘭紅茶會澀嘅。抹茶司康，即係咪因為夏天咧，我比較中意茶果醬多啲，因為我覺得清新啲，滿滿嘅果醬，夾埋佢一齊食先。呢個麥當勞真係好聰明。你不要侮辱它它貴過麥當勞心餅但麥當勞是很難吃的麥當勞真的很難吃那個不是心餅來的你不要侮辱了心餅它聲稱是心餅其實就是豬油蛋漢堡那個是啊是那個、啊、又乾又硬日本的豬油蛋漢堡真的很好吃它是好吧來 hold住嗯我覺得我這個我喜歡呢因為乾它有時是焗的程度不同我喜歡它烤得脆一點那種而且我吃完你那塊是比較蛋糕一點那種這個烤得脆我很喜歡果醬和抹茶又很配我覺得
即係我嗰陣帶起咗個茶味，跟住成件事好清新，好得好好食。煲呢嚿咧就叫做熱情果檸檬達克雅芝，嗯，即係我覺得係熱情果塔。哦，佢個其實呢層個樣有啲似公。哇！係一嚿粉紅色，一嚿係綠色。好似之前佢有。有粒金珠定係粒金珠？唔要。你俾粒真嘅，我就考慮下。啊，冇啦，金珠好亮啊！這個呢個好像是他們最近熱賣的迷你版，他們最近有熱賣一款大型的，即大粒一點的。我覺得這粒是有淡色的，好吃啊，我咬不下，不是這樣就是這樣啊，我之前也是限贈，他在留言說他限贈。這個是櫻花草莓慕斯冻，闻下先，好像有少少樱花味，应该最顶嗰层是樱花，跟住士多啤梨，跟住就是奶冻。我觉得士多啤梨系算，唔算，淡淡嘅樱花香。捞埋落去 OK。即係同個，佢士多啤梨咗層好香喎，但係佢第一層係碎啫喱啦，跟住第二層係實啲嘅啫喱啦。我好驚佢跌出，我都好驚，嘢嘢都爭啲跌出。第三層係酸酸甜甜嘅慕斯，係咯，佢成個都我想象下。佢冇想象中咁甜，我以為會甜咯。佢叫做普羅旺斯白雀茶夾心蛋糕，太冷。嗯，個白茶味好香。佢都係一貫嘅，酸偏酸嘅，係人都接受到嘅白雀茶味。就我 OK。佢除咗白雀茶，我覺得仲有 cream 嘅味，有雲尼拿，或者佢好似嗰種雲尼拿香粉嗰種味。好問我咁樣嘅，點解你可以用到啲咁啊 artificial 嘅？唔知，最後一嚿，依嚿係，哇！原來佢外層嘅質感係咁。係啦，依嚿就係傳説中嘅可麗露。聽聞咧，佢係整甜品入面數一數二難嘅，難成功嘅一件嘢。好奇妙喎！原來係呢種神奇嘅口感，怪得難成功。咁咪咧，佢要做香咯，甜面係咁樣嘅。它是外层是窿窿地脆脆地，内层是蛋糕感，但是它的蛋糕又是湿湿地，是啊，它要保持入面的蛋糕湿润得来，外面要做到脆口，要做到烟烟烟脆脆地，它还焦糖，它还焦香味很正，但是它最后吃是对的，因为它是最浓味的一个，真的很甜。好似我咁中意食甜，我覺得佢好甜。我食咗半嚿，應該都有啲辣。即係嚟到呢刻就會覺得好似個杯嘢。係啦，因為我唔知得佢其他嘢所有嘢都唔甜，因為如果你由頭甜到尾，一定覺得好流。我係啱。我更加想食翻啲鹹。你覺得今次個甜品更好唔好食？我俾得件鹹點喺最後就。應該留翻叉叉醬最後食。嗰嚿嘢，好差咯！你唔會因為洋葱而討厭別人哋啦。我雞酥皮係幾好食。係啊，我都好中意個酥皮。你覺得最好食係邊一件？個 spoon。個 spoon 係常設款式嚟。啊！我最中意食嘅嘢就係呢嚿。好掃興啊！你好發。睇下先，我會最中意邊嚿咧？我反而今次最中意。好渣啊你！睇下先，我中意。唔係，其實唔係唔好食，因為我太中意食。係個公好特別，即係好搶眼。認同你，認同你。嗱，認同。上一次咧，我因為我食過白雀茶同埋月味嘅，咁跟住上次我就覺得白雀茶普通啦，麻麻地。但今次咧，嗰個抹茶味配果醬係令我好煥然一新，係咯。對唔住 ，MVP 都係 Scrum。嗱，大家睇翻。一分鐘之前就有一隻靚我，好掃興啊！
或者第二個我會覺得係嗰個叫咩啊？打黑牙之派，打黑牙之派，我覺得嗰嚿佢嗰個頂啊，即係嗰嚿皮啊，幾令我意外咯！嗰嚿個味係真係好清新嘅，我覺得第一名 MVP 一定係 Scrum， 第二名就係嗰嚿打黑牙之派。但係咧呢兩樣嘢好似咧都係常設都有，純粹係嗰嚿打黑牙之個味道好似係唔同。唔係啊，就因為佢好食，所以佢可以做常設咯。啲打面打到～砰砰聲喎！我會 cut 咗我打面嗰啲。喂，唔好啦，一定要走翻出嚟。好，咁今日條片咧就大概到呢度啦。如果中意我嘅片咧，記得 like、follow、subscribe 啦。記得咧要開埋呢個小鈴鐺，咁就係第一時間 dislike 我啲片啦。咁想睇我更加多嘅日常，通過 Facebook 同埋 IG 啦。喂，望下鏡頭好唔好啊？我會望嘅。禮貌咧，好，咁我哋下次見啦，拜拜。錯，我係嚟享受下午茶，我嚟咗淑女嘅，有濕位。唔該加個字幕俾我指住，我想講嗰兩個字。邊個？唔講啦。唔得，我唔知字幕要加啲咩。字，你唔會喺個字幕裏加啲咁嘅嘢算啦。